是小空。我不发心你。有没有声音了？爱情来不及变了，都送着风了却无效。I'm just a gunner for you, baby. As in girl, say you let and do this, baby. Judah, 老酒鬼就喝这种小米酒。太阳是马兰的那乌米努拉努拉吉那太阳。喂，对，就卖包，就卖包。好受贵子，孩子要满大，要12个、18个都没有关系。谢谢哈。哎呀，真的成功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好长的睫毛。成功了哎！不得事，你妈信了。
来，叔叔先问你哈、哦。嗯。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国语杨富白。啊？杨富白。富哪个富？富贵的富。白呢？一百两百的白。啊？一百两百的白。杨富白。对。一百两百的白哈、哦，人字旁那个白吗？不是。哦，就是一横加一个白。对对对。那，杨富白。嗯。哪一组？德鲁古泰鲁哥。爸爸妈妈都是吗？对。那你德鲁古名字叫什么？比嫂。啊？比嫂。比嫂伊玛。比嫂伊玛。爸爸后面是什么？嘎老。啊？爸爸的那个母语、啊。嘎老。那你叫？我就叫。比嫂嘎老。我的母语啊。你的母语名字啊？就叫比嫂而已。爸爸要冠后面。啊、叫比嫂嘎老的。啊。你有在吃槟榔吗？我。有没有？偶尔。偶尔哈，少吃哈。好几岁？17。17哈、哦。对。念哪个学校？中华工商。几年级？三年级。哪一科？汽修科。汽修科、哦。对。你现在住哪一村？和平村。和平村的哪个部落？河中。河中德鲁古话怎么讲？乌滚。啊？乌滚。乌滚还是乌滚？乌滚。乌滚哈、哦。对。乌滚是什么意思？乌骨子。啊？乌骨子。可是我说“乌滚”它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我不懂了。好，下次问一下哈。好。我问一下母语哈。那个，我是男生，你们可以讲。我是男生啊。阿古生啊。我住在和平和中部落，怎么讲？住在和平。雅古哦，住在，住在的母语我不会讲，不会讲哈。对，好，那个，那我有母语单字啊、哦。嗯。那个，男生。男生，生脑。女生，姑爷。爸爸，大妈。妈妈，姑姑。阿公，阿弟。阿妈，阿姨。老人。老人不会，不是。老蛋。小孩。拉给。嗯。好，那问一下哈、哦，眼睛。都了。鼻子。摸黑。嘴巴。够啊。牙齿。牙齿。不会。是不是叫乌本？乌本。乌本。乌本。舌头。对，不会。耳朵。耳朵。耳朵你不会讲，闭啦，对吧？那钱怎么讲？钱，闭啦。钱跟耳朵差在哪里？钱跟耳朵闭啦跟，后面那个字吧。哪一个字？来，你钱再念一次。闭啦。耳朵，闭啦。后，好像哎，大姐，那个耳。耳朵是多一个 b 来齿是吧？ b 对，这有个齿的音是吧？ b 来没有齿了。那钱呢？ b 的， b 的。好，那个头怎么讲？ duno。头发。头发叫。uban duno。uban duno。uban。uban。那叔叔脸上的胡子会不会讲？ glass。什么？他的胡子是。会不会讲？乌多西。乌鲁斯，不会讲哈。对，好来，手怎么讲？嘎嘎。脚。嘎嘎。肚子。乌亚斯。屁股。乌亚。屁股还有另外一个讲法怎么念？是不是叫苏莱？是吗？对，是苏莱。苏莱也是屁股嘛？对。啊、哦，膝盖。膝盖，不知道。大姐翻译一下。不。不饿。哦，那我再问你哈，猪。猪啊。哎。八尾。山猪。不啊。狗。猴丁。牛。嘎丁。羊。米。山羊。羊。羊。三枪。三枪叫。八的。八的。鸡。鸡叫。鸡不祥。打屁股了哈！我忘记了。搂什么？
搂什么？搂肚。对啊，鸭子。不会。不是搂搂什么？搂肉。嗯。鱼怎么讲？肚肚。螃蟹。这个不会。等一下，嘎什么？嘎了。嘎了。虾子。虾子。哎。蒙顿。那个蜘蛛会不会讲？蜘蛛不会。哎，蜘蛛会不会讲？啊？蜘蛛。好，那那个鸟怎么讲？鸟。很灵。蝴蝶。蝴蝶就不会。蝴蝶。Glowy 的。Glowy。Glowy 什么？蜜蜂。蜜蜂叫。Glowy。啊，蚯蚓。蚯蚓不会。微信，蛇会讲吗？狗有。好，熊。嗯。乌麦。哎，穿山甲。穿山甲。穿山甲是不是叫阿龙？他们说好像叫阿龙。好，来哈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哈。来，太阳。太阳叫。黑什么？黑道。月亮，月亮叫Idas，星星 ，Luna， 嗯 ，Luna，Luna， 好 ，Luna， 那个水怎么讲？水气啊，那个天上今天下雨，那个雨怎么讲 ？Guyo， 嗯 ，Guyo，Guyo， 对吗？啊 ，Guyo，Guyo。欧游，下游。那蛇怎么讲？欧游，欧游。蛇跟鱼怎么？欧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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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游。然后那个云怎么讲？云会不会讲？云不会。风。风。不好。闭合。闭合。好，那个。然后，雪会不会讲？不会。那个山上那个雾会不会讲？雾啊，不会。彩虹。这个蛮热。知道我是普通。彩虹是不是叫好高雾度？哪一个？好高雾度啊，我没错。彩虹哈，纹面会不会讲？纹面打屁股了哈？不会。纹面怎么讲？纹面怎么讲？谁？纹面。脸上那个。今天不打伞吗？大姐，纹面是念不打伞吗？不打伞。不打伞是？不打伞。不打伞。你再到时候再问老师或那个部落长老哦。织布。织布。的什么？的米努是？是不是？三刀。三刀。布什么？箍紧。箍紧还是箍紧？箍紧。箍紧还是箍紧？箍紧吧。那那个木头。木头叫。木头，抠什么？抠你。石头。不是。不是。石头。石头。要问哈，忘记了不熟哈，不熟哈。竹子。竹子。德鲁古很多以前的竹子哈，盖房子的竹子怎么讲？要问哦，忘记了要问哦。这个不会。不会哈。好，洗澡怎么讲？杯嘛。吃饭。干哈杯。饭怎么讲？哈杯。饭叫。哈杯。一道。一道。菜怎么讲？没有煮过的菜怎么讲？未煮过的菜。八什么？八家。煮过的菜叫什么？煮过的菜。大姐，那个煮过的菜怎么讲？煮过的菜怎么讲？生的菜叫八角是？
野菜哦。八角。那那个桌上煮过的菜叫什么？拉姆。啊？麻的麻的拉姆。麻麻麻麻麻麻麻什么？麻的八角。麻哈的，马努，再念。八角都可以。再念一次，再念一次。麻的八角，麻的拉姆。麻哈拉。马哈，再念。马哈达巴加马哈达达玛。马哈达巴加。嗯，马哈达达玛。哦，好。那个火会不会讲？火。火。火。不会。大火。大火。大火。汤。蘑菇。肉。蘑菇。蘑菇。好，然后火上面那个烟。烟灯笼，灯笼。好，杀猪的那个血怎么讲？大。肉怎么讲？肉。肉叫象。那骨头？骨头。Wood。Wood。Wood。你身上有绣名字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个是中华的。里面有课本吗？有。我可以看一下什么课本吗？是实习报告耶，不是课本。哎，行，你这有名字，对不对？不，这有名字哈、哦。不行、啊，这个是啊。好，辽氏家族是什么？我们篮球的啊，和中部落的。你叫杨什么柏？杨富柏。那怎么少一个字？没有，这边有课本。呀呀呀！别动，稍等。汽修科哈、哦，三年级啊？对啊。杨富柏，好，中华工商里面是什么？那个，这个看一下吗？转过来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字，很丑啊。不会啊，不错啊。好，然后再问一下、哦，我刚问什么？好，来那个什么，三叔怎么讲？三叔，很多。德鲁古人都在种三叔啊，三叔怎么讲？这个会不会讲？不会，我们没写。slogan 是吧？slogan。slogan。地瓜。笨啊。哎，那个花生。花生。德拉布斯。德拉布斯。也不会哈。不会。玉米。玉米叫。真的。然后生姜。等一下，他不会讲，你再帮他解答。生姜。大姐解答一下，生姜，不是咖粉，不是咖粉。那个德鲁古很多喜欢吃那个辣椒，辣椒怎么讲？辣椒跟生姜很像，少前面那一句，你少后面还前面就是。不是，不是。辣椒怎么讲？不是。乌喜还是乌喜？乌喜，乌喜，乌喜。嗯，看看我还没有什么问到。等一下哦，鸟怎么讲？鸟叫，那个，很米。对。看哈，我再想一下哈，那个。我喜欢你怎么讲？我喜欢你。嗯，对小孩子、对妈妈、对女朋友讲我喜欢你，会不会讲？不会。嗯，不会。大姐，可不可以翻译一下？我喜欢。五分姑意思。五分姑意思。那你这样怎么追女朋友啊？那个哭怎么讲？哭。Minis。啊 ？Minis。笑 ，Hobbies。哦，对，老鼠怎么讲？老鼠，这个不会。Goldies 啊 ，Goldies。那个，打架怎么讲？割杠。啊？割杠。割拱还是什么？割杠。哦，不是割拱，打架怎么讲？干。啊？割干。割干呢？嗯。那个。酒怎么讲？洗脑。喝酒怎么讲？你妈洗脑。不要喝酒怎么讲？
你阿咪妈洗脑。哦，好，那个生病怎么讲？不会。啊？这我不会。大姐，那生病怎么讲？哪里？头痛。头痛。阿给嘟噜啊。阿给嘟噜。哎。哪路嘟噜还是什么？哪路嘟噜啊？怎么说？肚子痛。哪路不牙齿。牙那个什么？好，这样好。那个我肚子很饿，怎么讲？我不来不牙齿。你念对吗？肚子饿怎么讲？不来不牙齿。我吃饱了怎么讲？我等你的。好，那个我再问一下哈，你如果跟女生讲说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怎么讲？不会。你要多学啊，不然怎么以后怎么求婚呢？就是这怎么讲？你老公没有跟你讲过？我也忘记了。太久了。好，再问一下哈，你会不会想学母语？一半一半吧。为什么一半一半？不想学啊？不是不想学，听老人家听一听就会了。会不会想把？我说你会不会想学母语？对。啊？一半一半吧。为什么？没有啊。不太想学。不要问我就好了。我你都不太想学啊。我上次问一个就简单的是想还是不想学？没事。哦，你要想那么久啊？你是想吧？你是哪一组的？泰鲁格。那会不会想把泰鲁格话学好？会。对啊，那你有没有？你想怎么把泰鲁格话学好？也不用请老师啊，这学多学了人家就好。你有多学吗？多听。你有常常问吗？不会问啊，只是听他们讲。你不说你怎么会？就像我问你，一定要用嘴巴讲啊，懂不懂？嗯。你有常常问吗？很少。对啊，所以你就会不熟啊。嗯。懂不懂？那来看看，那以后会不会念大学？应该不会吧？为什么不念？当兵啊。当什么兵？志愿役。为什么不念完再去签志愿役？那你如果自愿意退下来，他没有做终身，没有终身俸退下来怎么办？工作。那你怎么不先念完书再去考自愿意或考警专，或考那个士官学校？没有。啊？大学要不要念？应该没有吧。那个老师建议你们升学还是？有建议升学啊。那为什么不升学？经济吧，哪来那么多经济问题啊？你是什么经济问题？半工半读就好了、啊，原住民有补助啊，又有助学贷款、啊，那在半工半读就没问题了、啊。嗯，会不会念大学？不会吧？怎么那么坚定？对啊，家里面也赞成你不念大学吗？还没问呢。你自己本身也不行吗？想要用方法、啊、你喜不喜欢打篮球？很喜欢吗？之前是校队，现在没有解散了。那个林书豪，你觉得打球怎么样？很强。那你知道他念哪里？哈佛。你知道哈佛全世界排名前面的是不是？第一吧。嗯。那你知道林书豪几岁吗？不知道。他几岁？你知道？你都不知道他几岁啊？不知道。十七啊，二十几吧，好像23岁呢。他刚大学毕业，对。他念什么系？哈佛什么系？第一系。经济系。经济。嗯。你看，你那个偶像都没去查他资料哈、哦。你要去看。偶像不是他。那你要知道，你可以去查他的资料啊。哎，他怎么会那么有名气啊？
又会读书又会打球啊，去了解人家的成长背景，是不是？懂不懂？那个网页跟新闻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他在外面很辛苦，会受歧视跟排挤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人家更辛苦啊，在国外呢，懂不懂？嗯，你在台湾环境没有那么差。那个这边补助资源又很多，你要会利用资源啊。嗯。你看，体育系的有很多是体育博士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是体育的研究所研究生哦。嗯。很多国手都很厉害哦，念书跟体能技能都是都非常好。嗯，要去念书，懂不懂？嗯，你们你是信仰？信仰不是，我说宗教是哪一个宗教？长老、真耶稣、天主、基督教。长老教会吗？对。那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多优秀的大专生嘛？你有没有去问他们怎么考上大学？那以后要做什么？没有。你要没有问？你要去问啊！你自己部落的同一组的大学生去问啊，懂不懂？他也许家境比你更差，那他怎么去分配时间呢？嗯，自愿意，不要动不动乱签哈。很多，你有没有看到部落很多签自愿意退下来的？4年8年。朱斌还没看到。你有去问吗？有很多被退下来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要去问啊，他们有没有存到钱呢？嗯，那退下来。那要做什么工作？你那个错过读书的机会，就会很多东西就来不及了。那以后有什么规划？你会想做什么？什么工作？还没想到。多问啊，学校有教官有老师啊，部落找教会的或是在。有一些部落的是做公务员、做警察，去问一下嘛。在这边来公馆吗？怎么呢？现在不是网络也可以查各个学校的资讯啊，还有考试的管道啊，你都有没有去查？警专要考什么？学历要什么？消防员、原住民特考、士官学校，你都可以考啊。对不对？你都没有查管道，所以你当然不知道啊。你要先查清楚，然后再去分析比较，懂不懂？你要随便说，动不动说不要读书。你现在可以签字愿意，是因为至少高中毕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清楚，一定要高中毕业才能签啊。嗯。那你要看看说，那假设你念完大学之后，哎，你有哪一方面的优势跟那个什么基础啊？懂不懂？读大学有什么好处？你要去查一下嘛，再看要不要读啊。嗯，那不然那么多人去读书干嘛？懂不懂？等一等。你有常跟老师讨论升学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跟部落一些还不错的，有一些长辈会讨论这个？没有。那不然你跟谁讨论？你就自己想。对啊。不能用想的啊，要去收集资讯，懂不懂？嗯。再去分析比较，不能用空想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嗯。你有没有同学在念花莲高中？朋友、同学？有啊。哦，或者是念那个花工、花农，可以多问。都有。有没有部落的学朋友、学表哥、表姐在念大学的？有。对啊，你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念大学，念大学有什么好处啊？嗯，然后去问那个签字愿意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坏处，你要问，嗯，懂不懂？不要人家做，你跟着做，懂吗？有的4年，有的8年，有的12年退下来哦，懂不懂？嗯，有的还没有退休俸哦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上个礼拜去文兰，有12年、13年退下来的，嗯，军中也有军中的压力啊。不是你想的那么轻松简单哦，知道吗？嗯。所以你要多评估，听得懂吗？多评估分析一下。嗯。哦。好。
念书不一定有工作，但是增加以后竞争的机会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好，再讲一次，会不会把母语学好？会。好，你就住在部落里面，有空就多问一点，随口问，就没有压力的学啊，懂不懂？啊、嗯嗯，会不会唱母语歌？嗯、会不会唱流行歌？我会不会唱两句？我不会唱。你都没有唱过卡拉 OK？ 有， 有吧？很少。你以前是篮球校队啊？国中吗？还是高中？国中到高中。可乐有一个打篮球叫什么？陈桂祥啊？不是不是，另外一个，我忘记名字了。三年级的。读哪里？中华。我上次有拍他。蒋宏远啊。啊？蒋宏远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哇。他还在篮球队吗？现在解散了。哦，你们都解散了是吧？对啊。你可以去考那个北体跟有些体院，他是独立招生的、啊。餐饮去问，懂不懂？还有半年，考考看，去报名，他独立招生呢、啊嗯。你有考有机会啊，懂不懂？像那个警专、消防员、士官学校，还有每个大学有独立招生的都去报名。嗯，然后去考，你要知道自己程度差在哪里，懂不懂？知道吗？你要去查那个资讯后，上网查或叫你不太会查，就叫同学帮你查。嗯，有没有？嗯，要去查，你才知道自己要走哪一条比较适合你。不要发呆，只是空想，听人家讲。怎么吃饭？哦，好好。然后不要只是听人家讲哈、哦。嗯。自己要去查资讯。嗯。现在网络很发达、啊，不要都拿来玩电玩了，是吧？嗯。好。再讲一次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杨富白。德鲁古名字叫什么？比少。比少伊玛爸爸。盖尔。哦，要用你的智慧做事情哈。哦、嗯。是不是、啊？不要、嗯、不要只是用冲动用想啊。嗯。好，加油啊！好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怎么讲？再见。德鲁古话。母语了。嗯。サヨナラ，那是日本话。日本，拜拜的母语是再见的。谢谢怎么讲？谢谢，谢谢。是不是叫我们 Hawaii Subai？ 是不是这样讲？我没念错。Hawaii Subai。再见叫什么？サヨナラで。对了，サヨナラ。啊，好，招招手再见。嗯，招一招手说サヨナラ这样。サヨナラ。好，谢谢啊。身体要紧啊！
豆，我的名字叫姚，我爸爸叫陈豆，爷爷是牧师。是人头吗？不是，豆，豆的品种。